陈梦激战王曼玉，队友之间的比赛最难打。邓亚萍说比赛精彩绝伦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哈佛学长。2019乒联总决赛女单决赛，陈梦战王曼玉。首局双方就展开激烈争夺，王曼玉、陈梦都是女乒绝对主力。王曼玉半决赛4-0王艺迪表现出不错的状态，陈梦半决赛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板四局逆转伊藤，同样有着不错的状态。场上比分5-3，陈梦领先。可以看出陈梦首局的节奏控制落点变化好于王曼玉，陈梦一度8-4领先。有一个哇4-8落后的王曼玉也是积极主动，连得三分把比分追到7-8。队友之间的比赛就是这样，彼此都太熟悉了，必须做到落点精准，技战术执行到位，不然很容易被对手抓住机会进行反攻。首局王曼玉在4-8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，双方战至9-0。陈梦手握发球权，陈梦关键时刻大胆偷了个长球拿到局点，陈梦利用自己的发球关键时刻连得两分，11-9取得首局胜利。第二局陈梦先发球，王曼玉主动上手，陈梦的落点精准给王曼玉的上手制造了很大麻烦，王曼玉连续失误0-2落后，王曼玉的发球又被陈梦率先变化，这样王曼玉自己的发球也未能幸免，又丢两分0-4落后。王曼玉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积极上手改变被动局面，但陈梦的控制力惊人，总是能把被动划为主动，陈梦把比分拉开7-1领先。经过激烈的大比拼，陈梦把比分改写为9-2。王曼玉把比分追至只差4分，不过陈梦手握局点，右握有发球权，陈梦还是利用自己的发球发曼玉反手小三角，王曼玉位置不好拧拉球出界，这样陈梦11-6在下一局大比分2-0领先王曼玉。第三局王曼玉先发球，王曼玉在自己的发球一失一得，开局打成1-1，陈梦打出发球抢攻得分2-1领先。陈梦的第二个发球被王曼玉率先发起进攻，王曼玉把落点打开又得一分，双方战至2-0。二平过后，王曼玉发球干脆利落得分，王曼玉的第二个发球被陈梦摆短后的一板反手爆冲，双方又战至3-0。这局双方紧咬比分，比分从4-0战至5-0。5-5陈梦发球，陈梦率先变线发起进攻，但都被王曼玉顽强化解，反而被王曼玉打出被动反攻赢下一分，陈梦利用自己的发球再次抢攻得分，双方又战至6-0。双方出手都没有丝毫的犹豫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6-0过后，陈梦顶住王曼玉的进攻，后来居上，率先打破僵局，8-6领先。陈梦发球打出假动作变王曼玉正手，陈梦随即打出落点，王曼玉凭借身高臂长左右护住，陈梦再次改变落点得分，10-6拿到局点。王曼玉发球，双方形成反手大比拼，陈梦对反手中胜出，11-6又下一局大比分3-0领先王曼玉。比赛来到第四局，大比分落后的王曼玉打起12分精神，对陈梦发起进攻，王曼玉也取得了3-1的开局。不甘被动的陈梦发球预先上手，却被王曼玉直接起板拉了起来，双方形成多拍相持，陈梦攻，王曼玉守，双方又转为对攻，对攻中王曼玉率先变陈梦正手大脚赢下70分。陈梦发球再次发动对王曼玉反手进行进攻，陈梦向池中变线得分，比分来到2-4。王曼玉又利用身高臂长扛下艰难一分，王曼玉把比分拉开6-2领先，陈梦打出发球抢攻，王曼玉防住，陈梦变落点快速相持中，陈梦变王曼玉反手空挡球出界，王曼玉7-2领先，有望扳回一局。陈梦迎来一个运气擦网，不过这个擦网是弹网而过的，王曼玉迅速二次发动又得一分，8-3领先。王曼玉很快10-4拿到局点，握有6个局点的王曼玉变得有些保守，反观陈梦一分一分往回咬，陈梦打出落点把比分追到9-10。王曼玉意识到事情不妙，叫了一个暂停，暂停回来王曼玉有惊无险11-9扳回一局。第五局多拍中，陈梦打出落点得分，
陈梦还落后一分，陈梦又打出发抢，双方战至二平。二平曼玉发球，从陈梦的反手突破，反手相持中曼玉又得一分，不过曼玉的第二个发球又丢一分，双方战至三平。三平过后，陈梦一失一得，双方又打成四平。四平过后，双方又战至五平。五平过后，陈梦发球又一失一得，双方又来到六平。这局和第三局的比分如出一辙，双方从二平一直战至六平。六平过后，又是陈梦打破僵局，8-6领先。这局果然和第三局一模一样。六平过后，又是陈梦连得五分，11-6锁定胜局，陈梦实现总决赛三连冠壮举。可以看出，2019年的王曼玉还不能给陈梦构成强大冲击。从2021王曼玉夺得休斯敦世乒赛女单冠军，王曼玉、陈梦、孙颖莎、王艺迪四人之间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，四朵金花共同捍卫着国乒荣耀。这强大的背后，离不开整个国乒团队的努力。为国乒点赞，为国乒加油。我们下期见。